方换的话，都可以糊的。哎，那这个牌如果自摸二五饼就闷了，那到底要不要自摸呢？不自摸，没有啊。如果说他摸的话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二五饼啊，没有啊，你可也没有，你可没有办法，没有糊的，二五饼要两张牌，对，你以为是他大欧斯啊？不会打麻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你头你高，还是单调，加个单调，单调，单调，哎。一个底而已，十八分，18000块，哇！2万块，不要高兴太早，你们还有一场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放炮，放炮，如果放炮，你们就归零了。OK， 好，归零，归零，归零。来，下一场，八小队，16台，单调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18台。这一把很重要了，好不好 ？Michael 他们夫妻这一场如果放炮的话，大家都放心了，好不好？各位不要任何表情，你们我跟你讲，那发出我那一听白就是，对，抖什么抖？然后呢，他也是一样，我也会抖、啊。哎，不是，你一听白就怎么样？对，没有，大家都知道你听白了，还用力对不对？我要打麻将，就是我们俩任何的东西，你要不露声色。对。对不对？真的不要让人家知道。像你们俩现在，如果可能打两张牌听牌了，不露声色，他们可能说大意就会放炮了。对，他现在要继续抖，因为他万一不抖，人家就知道他听牌。你现在要继续抖，懂吗？这也是一种说法。来，第五场，好，加油！好，马上我们来看四下的牌，先看林师傅的牌。一把力固可要让你来下刀，想做大可有点难，运用战术来抢停，等待对手来放枪，想逆转可就不难了。20台的奖金可安心了，最后一次上场就稳着打，只要不放枪，胜利就在眼前喽。就这么与力固无缘，看来加码奖金是离你越来越远了，想硬做万字凑凑来拼大，就要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喽。16可让你威风了，47饼靠69万，抢听也得守得住，胜利才会属于你。来，各位小林不要放炮，就稳赢了今天啊。好，东风。西风，东风，你都是大字世家，对呀、啊，1万，8饼，1个8饼，一个。白皮，2万，
二饼，碰一个。这玩意二饼会碰到？对呀、啊，海岸里可以碰到好笑。先打个海，来吧。这种，对了，九条，碰的，四条跟打，你好紧，跟你打。他如果说一上定的话，我想他的牌这么好，不是好，就是说一上定的话，他就有机会了。然后他六条他不多了，九条一张都没有了。对呀，最后一张九条了，他就是硬定了。转手他摸六条来放炮，这都是命啊！一切只能这样说，真的。想到谁能上个万子的听牌？都听牌，漂亮，还有六条，我六条很多耶。六条还三张呢，对，那么今天有六条，真是的。哎，以后你们打牌不要发什么新婚的啦，新居落真的啦，小孩生完的小孩的，就很难听呢。那我们就多发一些出事的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生肖，我的生肖，第一，恭喜。屁股一台，总结一台。现在 Michael 的小林他们先靠你21000，还没有我赢哦。我跟大家四位报告一下。好，现在只要拼自摸，如果你凑一色或者是碰碰，我就有4分；一摸三的话，就有7分；还有一个底是8分，对不对？8×24就20几分了，所以有机会。要不然就做个 Nico Nico， 好，做个牌，不见量 Nico Nico， 做个大牌就可以了。好，有机会赢的来。嗯，好，加油，大牌。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秀慧姐的牌。最后一场了，想超越21000就看你如何来拼到金色加自摸，想赢还有机会的哦。这把可是关键局，饼子多摸多靠，做个测测还有机会，能不能逆转成功就看幸运女神是否眷顾你了。这样的牌